我家卫生间刚好对着衣帽间，下水道一直有异味，之前都是用香薰来掩盖味道，但是那种香味夹杂着臭味的感觉其实更难闻。后来我就找到这款浴室专用的香氛，它不仅味道相当好闻，重点它还是可以分解异味的，这个味道是我最喜欢的了，清甜的桃子味，闻着特别舒服，放在卫生间、卧室、鞋柜都不错。他家还出了4瓶组合装，一起捂最合适哦。